你好，食饱未？我小高，我今年已经33岁啊，啊，唔捌食过烟。刚有一届做细汉的时阵，伫车顶，我想要知影讲迄点烟器是创啥物，结果摕阮爸的烟来点，啊，随叫阮爸脏着，啊，随甲扒落去，所以完全无食过烟。啊，不过阮最近啊有一个朋友啊，咧耍迄电子的烟。我看伊买几啊种咧，我拢无亲像较早食薰的，拢去二手烟，就臭。伊阁表演咧吐迄个烟圈互阮看，啊，我就问伊啊，哎，敢有法度拢无味的，敢会当表演的？伊讲有啊，嘛咧卖这种薰，哦，所以我就最有兴趣。虽然讲我无介意食薰，不过我对迄安怎吐迄个烟圈，我最有兴趣。所以呢，我就请伊帮我补一个这来。这敢那就是电子烟啦。这电子烟吼，阮伫台湾其实应该叫雾化器啦。伊就是直接用油变作烟安尼。哦，底下阁有这种物件啦。哼，我这整个都变成十八刀啊。33年来头一次食烟是啥物感觉呢？5 minutes later， 食薰一点啊无，啊，那啥物啊呢？食薰一点啊都无好耍。哦，哪里？就奇怪感觉。哦，安尼我真正我都闻迄个烟圈吗？我朋友讲，这甘油就是一种无味的，这主要干呐烟尔。不过我头拄其实感觉甜甜的，不是完全的无味，是小可甜甜的感觉。啊，我随杂着。唔捌食过薰就是安尼啦，迄无18岁绝对袂当食薰。哦，就安尼啦。我感觉我这样最奇怪，无喜欢啉咖啡，啊，毋过想要耍拉花。我无喜欢耍战棋，喜欢甲迄模型上色。啊，无喜欢食薰，啊，想要耍迄个烟圈。好，最后感谢你的生活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咱后回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哦。